王夏慧91岁移民美国，咁啊画咗一个儿童画俾观众啊。佢个老公啊，好多人都识啊，潘炳烈啊。以前咧，澳门赛车咧有一个就系嗰啲唔系 Formula 嗰啲啊，即系赛汽车跑车嗰啲咧，成日潘炳烈嘅。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就是潘炳烈啦。呢、这个是王夏慧的徒弟喎。呢、这个王夏慧经理人，佢都几有福气啊，四代同堂啊。最多人認識嘅就係每年又扮豬啊、扮雞啊咁樣啦。農曆年啊，年三十晚都見到佢。你睇下隔離嘅廣告，星島嘅廣告 ，A52 黑色，3T 鏡位啊，499啊，其實都抵玩啊。呢個就～冲头货搅拌机69，真正嗰只 Kitchen A 咧成3嚿水啊！呢度讲陈子展鹏欠街数啊，咁啊冇乜兴趣睇佢。陳家洛求婚成功，馬國明啊，多啲人識啊。咁啊，呢個應該係飾演律師啊。馬國明睇住佢出道嘅，我諗而家應該係40幾歲嘅啦，已經。劉小慧聘大隻佬貼身保護，劉小慧都幾大年紀嘅啦喎。88年出道，拍劇。又拍廣告，90年代簽約廣告公司，被封學生情人啊，有冇咁犀利啊？喺97年咧，同呢個蘇志威拍拖啊，喺拉斯維加斯註冊婚後，誕下2個千金喎，分別現年23歲嘅大女同埋15歲嘅次女啊，一家四口樂也融融啊，咁都好啊。嗱，咁嘅樣，劉小慧全家。哇！劉小慧榮升馬主。好啦，歡迎訂閱。請你訂閱支持一下我。